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在近日的赴山海录制路透中，陈毅凭借一段神乎其技的旋转动作再次引爆了话题。镜头前，陈毅身着厚重的戏服，在吊环的辅助下横身旋转，宛如一朵盛开的喇叭花，那优美的弧度与凌厉的气势，让人几乎难以相信这不是借助特效的结果。起初，许多观众都以为陈毅的这一高难度动作是通过辅助设备来实现的，尤其是当看到吊环将陈毅稳稳吊起后，大家纷纷猜测他是否有隐形辅助。然而，真相却令人瞠目结舌，那吊环只负责把他悬挂在空中，真正的旋转全靠陈毅自己的力量。这段转圈动作不仅在剧中掀起高潮，更是在网络上迅速走红。许多网友留言表示，看他转得那么流畅，还以为是机器人在表演。陈毅这技术也太逆天了吧，这真的不是武功吗？面对这样的反应，许多粉丝感叹，陈毅不愧为一位认真敬业的演员，为了完美诠释角色，甚至愿意挑战身体极限。陈毅的表演不仅仅是力量的展现，更是技巧与韧性的结合。在表演的过程中，他身着多层厚重的古装衣服，整个人还处于横卧的姿态，却能转得如此圆润灵动，实属不易。更为惊奇的是，他的衣服在旋转过程中居然丝毫没有缠绕到自己身上，这种完美的协调性让人不禁怀疑他是否真的拥有一些武侠小说中的内功。众所周知，许多演员在拍摄武打戏份时都会借助替身或特效来实现高难度动作，但陈毅这一次的表现无疑打破了传统认知，他的每一次旋转仿佛都在用实际行动向观众证明演员的魅力不只在于外表，更在于实力与汗水。许多网友在看过他的表演后直呼，秋水哥哥转起来就像一朵盛开的喇叭花，既美丽又有力量。对此，有业内人士表示，陈毅在表演过程中展现的灵活与力度确实很有武术底子，一定是经过了长期的训练与努力才能做到如此娴熟的控制与发挥。或许正是这种用心与专注，使得陈毅的每一场戏份都如此引人注目，扣人心弦。而对于观众来说，陈毅的表演无疑再次刷新了他们的认知，也让他们更加期待他在未来作品中的表现。毕竟，谁不想继续看这位陀螺王再来几次精彩的旋转呢？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